种表情符号来了，未来不光是只能够按赞而已，还可以点选爱心、哈哈或者是难过等等五种额外新增的表情，希望网友可以表达同理心，分享不同的情绪。2015年10月开始，脸书预告要推出除了赞以外的表情符号，如今终于正式在全球亮相。Facebook says like and love is not enough. You need something for a laugh, a comedy. CNN 主播夸张演出，而脸书创办人马克·查克伯格则 PO 动态发表全新五种表情符号，包括蹦蹦跳的爱心、开怀大笑的哈哈，还有沮丧落泪的难过。里面并没有网友所期待的讯，因为查克伯格希望大家能以表达同理心的方式，适当分享不同情绪。If somebody posts like a sad status or picture, it's kind of weird to like it.So it's good to be able to like express more emotions. 现在使用智慧型装置常压赞的按钮，一共会跑出6个符号，而电脑版则鼠标移到大拇指上面，就能点选这些多元化的表情。Like, love, haha, wow, sad, angry. It's all the result of a massive effort with consultants, focus groups, and sociologists. 虽然很可惜，目前台湾版还没有看到这项新功能。不过，脸书再出奇招，吸引用户回流，势必将坐稳社群网站的龙头宝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